很遗憾挑战失败，不过接下来可以跟我们的四位白衣大侠在台下好好切磋一下。没错，继续加油吧。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每一位选手都具有大侠的气质，他们于外于内都有自己的真功夫，今天要在我们的黄金舞台上一一来展示。同时我们的单田帆先生也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推荐他们，来推荐下一位。话说下面一位登场的跟上边有关，按照我们评书的行话来讲叫做书接上文。哎，刚刚是一位李小龙的模仿者，下面这位就是李小龙本尊。没有听错，亲爱的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下面真正的李小龙即将闪亮登场。你疼吗？掌声有请李小龙。掌声有请。三明哥好，杨帆哥好，大家好。你好。我是不是这段词儿说错了？嗯，是写的是你是叫李小龙？对啊，我是叫李小龙。那你还没有刚才那个像呢。对，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李小龙。我的工作呢其实很简单，是在北京一家公寓里边做物业前台。其实这个我这个名字真的困扰我好多年了。每当新认一些小伙伴的时候，他们当听到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跟你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就说那你耍一段什么双截棍或者截拳道让我看看。每当听到他们这么说，我都特别的无语，特别尴尬。所以几年前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李小兔，因为我属兔子的嘛。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的目的就是来宣布你从李小龙改名叫李小兔。我也是为大家表演节目来的，就是平时工作之余嘛，然后就在小区里遛弯，然后看到一些大爷大妈呀、阿姨呀，他们在练一种功夫。我觉得这功夫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呢我就经常去向他们请教。所以现在小龙你也是有一身真功夫的。我这个功夫呢怎么说呢，跟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他们那个更多的是偏向攻击性比较强一些吧，我这个功夫主要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种快乐。那一会儿你的表演时间我也可以跟你学一学你的独门秘技哦。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皇帝舞台上找到你的自信，一定要自信，好不好？谢谢嘉宾。来，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的总会发光的。有请李小龙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哎，身手不错哟。哦哟。彩蛋舞吗？Cow goes moo, frog goes crow, and the elephant goes toot. Ducks say quack, and fish go blub, and the seal goes ow, ow, ow. But there's one sound that no one knows.